大家好，我是 John，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处位于贝尔维尤的 New Construction， 就是刚刚竣工的新别墅。那么这处别墅呢，位于90号高速公路和405高速公路交界处以南4英里处，从这里到 Bellevue Square 呢只有6英里，开车呢大约10分钟左右。那么这处小区呢一共有4栋新别墅，其中的一栋呢已经售出，另外一栋呢刚刚攀顶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栋。这几栋别墅呢，它的里边的建筑格局呢基本都是大同小异，所以呢我们看了这栋别墅呢就知道其他别墅的里边的布局情况了。因为现在正在给大家介绍的这栋别墅呢刚刚攀顶，另外呢还有2栋别墅目前正在销售当中。其中的一栋呢销售价格从之前的199.9995下降到现在的179.9995。那么这几栋别墅呢都位于405高速的东侧，前边呢可以看到华盛顿湖的景观。刚刚调价的这栋别墅呢，它的建筑面积呢是3392平方英尺，占地面积呢是7679平方英尺。这几栋别墅呢都是三层的建筑，其中一层呢属于半地下，前面呢是在处在地下，后边呢是通往后花园。剩下的这两栋别墅呢都是四个卧室，3.25个卫生间，也就相当于四个卫生间。一楼呢有一个卧室，然后另外三个卧室呢在三楼。这里是通往楼上的楼梯。这里是二楼的开放式厨房和客厅。崭新的欧式橱柜呢，简洁大方，非常漂亮。窗外呢，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华盛顿湖。那么这个湖呢，是位于这栋别墅的西侧。现在咱们上三楼，也就是顶楼去看看吧。咱们先看看主卧。这是主卧的 walk-in closet。
那么今天这栋别墅呢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次再见。